或者是 EP， 这两首歌现在都是不插电的版本。如果你要找到这个版本的，可以找那个卡不卡不插电的第一集，不知道还有没有，不知道这边还有的吗？然后刚刚的人造美的原版在萝卜三代一个小白兔唱片出的合集里面会有，那是一个双 CD， 我觉得里面很多很多非常棒的台湾乐团。然后最后一首歌没说的话，
喜欢我们的音乐的话，可以在面柜台买我们 CD， 然后跟那个27号可以来看我们的另外一种形态的，谢谢。